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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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走人们欢迎回来，出走吧国外生活攻略，请记得关注 KK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 Apple Podcast， 评五颗星哟。我是 Cherry， 耶嘿，终于又没有妹了。对，好啦，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来宾，而且是我的朋友，因为上次妹找她的朋友，我也要找我的朋友。对，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了省钱反而赔更多，出国到底该不该买保险呢？ Feature 保险达人 Vivian。 对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保险这个话题，其实有点就是敏感吗？尴尬吗？因为其实蛮多人对保险的观念就是印象不是说很好，我不知道现在21世纪的人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对，所以我先把我的好朋友邀请出来。好朋友，现在我们在用好朋友这个词吗？好了，我先把 Vivian 邀请出来，但是大家请注意一下哦，因为他就是我的所有朋友里面分贝超过200的，就是最夸张那个，就是前面出走人们你们知道我很吵吗？然后这个人可能是我的20倍，所以你们要小心，那音量要调小的，现在可以开始调小声。我们欢迎 Viv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对，他不是乱来的哦，他可是现在是什么乡里吗？还是主任啊？乡里对啦对啦，是有点厉害。对啊，其实我跟 Vivian 认识很久，我们是在澳洲打工度假认识的。对对对对，然后在那里的话就是你也是回国之后，然后就是这5、6年，也5年了，对，你在保险这一块已经蛮久了。对，就是回国之后就在做保险了，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是还蛮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因为其实对于出国啊，其实蛮多人对什么旅平险啊、不便险的观念，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蛮好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一定的东西。对，就像出国买机票一定的、啊，但是旅平险、不便险、保险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点像是跟大家，灌输，应该不是灌输啦，就是教你们一些东西，让你们有一些认，就是知道一些小常识，就是即使你之后对于保险，就算你现在对保险的观念不是很好，就是说你可能觉得，那你也听一听啊，就为什么你会觉得保险不好？对，我们只是跟你讲一下，我们没有拉保险干嘛？拉保险，现在还有人在拉保险吗？没有，好不好？我们都是只是就是提供观念给大家，不会讲拉了。对啊，拉你一把，谁拉你啊？谁管你？你就不要保，没有啦。应该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会主要，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对保险观念很不爽，然后也因为 Vivian 这边，然后我就还是要保呢，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今天会就是帮大家整理，就是比较蛮多人会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例如关于不便险跟旅平险的分别啊，然后还有我们会有举一些例子，就是我们真的朋友有遇到的状况，而且你自己一定遇到超多吧？是是，对啊，就会有一些案子跟、有一些案例，然后你们可以稍微听一下说到底不便险是用在哪里，旅平险是用在哪里，这样子，然后也会讲一些注意事项，然后你们就是稍微评估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不听白不听啊，因为你听了你也是知道了，就是你可以多少知道一些东西，没错。好啦，所以因为你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其实不便险跟旅平险也是在你跟我讲之前我是还蛮不了解的，是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因为我以前，我跟你们说，我以前是那种我就只会保旅平险，我不会保不便险，因为不便险很贵。是，没错没错。那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差别？你可以先讲一下旅平险吗？好，我跟大家先讲一个观念，就是旅平险呢，就是它比较是你把它想成就是我们人以人为标的物，如果我们人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我不小心跟上帝喝咖啡，因为意外造成了拜拜，或者是呢我可能不小心扭伤，或者是可能更严重我骨折啊，或者是脚断掉了这个部分，或者是在我们突发，我们有一个叫突发疾病，就是可能我在旅游当中，我可能突然肠胃炎，然后我必须得要住院，这样子的部分跟人比较有关的，这个就是比较是旅平险。那它这个呢，就是比较是在寿险公司它才会有这一个部分的处理。那不便险呢，就不外乎就是跟物品，你把它想成这样，跟物品有关的一些财损。那比如像呢，就是我们飞机呀、我像我之前我有朋友，他就是因为他在我们等一下举例会讲啊，西班牙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的护照被人家偷走了，以至于他可能他行程被延误了，班机也延误，因为他不能坐原本的班机去下一个目的地嘛。那这种的等等呢，他就是会进行理赔，这样子就比较跟物品有关。简单来说，旅平险就是自己的身体吧。
对，身体上面，你跟自己的身体有关系，就是，身体，然后不变现就是东西。对，你刚刚的重点是这样，就是一个是东西，对，然后一个是人，就是生病啊最容易。所以 我就说我之前都是旅行险啊，就是啊，但是有人知道什么是跟上帝喝咖啡吗？哦，跟他前面的出走人们，虽然你是跟我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不知道前面的人知不知道。哦，所谓上帝喝咖啡，我们白话文就是死掉吗？哦，所以你们要故意那讲那么长，就是比较好听，因为你如果今天跟客户讲，假设不好意思，如果万一你死掉了，哎，这样子其实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会说，哎，那如果不小心跟上帝喝咖啡的时候，这样是不是也会比较婉转？那可是他也知道你的意思，而且你这样还赞美他，因为他搞不好是会下地狱的人。他凭什么可以跟上帝喝咖啡？他哪位？他也可以跟佛子喝酒。哎，我喜欢，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适合你。对，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对对 对,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保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在台湾，哎，这跟在台湾你平常保的保险不一样。你不要想说哦，我在台湾我本来就有买保险啊，不一样。你出国是出国的那个事情。当然当然没有错，啊，就是如果原本你在台湾是有个人险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是你出国，哦，一定要还是要买旅行险，因为它至少它的额度是在比较高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比如怕我的一些物品有造成一些财损的话，其实也是保不变险，是会让我们比较不会有额外的支出这样子。欸，其实我真的觉得老实说了，我自己对保险的感想就是我觉得我只要有保我就会没事，我没保我就会有事，所以其实我保险大部分是保心安的。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人就是这样，很衰。是是是是，没错。可是呢，就是我这个也要跟大家就提到的是，保险啊真的不是保心安，而是要保安心。就是当我真的万一我不小心遇到了事情的时候，我的理赔金一定是要够的，而不是你要再从你口袋里面掏出来那些可能医疗费用这样子，那这样其实是不足够的啊。对，嗯，哦，所以是安心，安心，心安不对哦，心安可以，啊，心安你只是会觉得我有保就好啦，然后你就保很少，20块，是是 是, 是，没有，哎，可是我觉得其实都还蛮便宜的，但是基本保额就是都要保到啦，基本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后面会再讲啊，是对，那其实有时候会有那种额外，就是我订机票或者是刷信用卡送的那种保险，嗯，那个够吗？我告诉你大家，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会有一刚开始大家不太清楚，他会觉得说，哎，欸，我有买那个机票钱，然后刷那个什么80%或者是85%的那个团费的时候，信用卡公司就会给我们赠送我们什么意外事故这个，可是这个都只限于在飞机起飞然后下降的这个部分它才有保，就是有保障。可是一旦我真的飞机下降之后，我玩了5天，这段期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理赔哦，嗯，所以大家在买这个就是如果有信用卡赠送的这个保险的话，你们一定要去注意你们的一些它里面的条款到底是内容是什么，这个就很重要。对啊，就是它其实就是保你在飞机上，对，就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所以其实就是坠机的部分吗？是是是 是, 是, 是没错，就是真的是坠机，啊啊，如果我没坠机，然后我在上面可能快要坠机，然后我下来没事，我这样也没有保，欸，当然你就没有任何保障了。好啦，就是坠机的部分，对不起，我就是要这么直接。是，好啦，这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现在稍微会了解一下旅行险跟不便险啊。如果我们再拿例子，你们可能会比较清楚。是是，对，因为例子的话，你们就会说啊，因为我可能也会这样。欸，我不是诅咒别人，因为你们可能或是你们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你就会比较知道。因为像我们之前就是像去菲律宾啊，有那个我们就是有一次去番薯岛，然后我们就真的被困在那天，因为番薯岛是在苏屋旁边的一个岛，它还要坐船过去，然后我们就真的被困在那里，我们的船就是它好像台风还是干嘛，然后船就不能开回来。这种点是我朋友，你知道他们多夸张吗？哼，他们就是比如我们是4月5号就应该要回来，他们是4月5号跨4月6号的那个凌晨的飞机，是，所以我们应该是4月5号下午就要回来，然后他们要去赶4月6号飞，所以他们就等于飞机没坐到啊。是，没错，你看很惨哦，然后你飞机没坐到谁会赔你？公司哪就是机票的航空公司哪会理你啊？当然，你懂吗？然后包含所有损失，我们那些朋友就是还好有一半的人，应该说超过一半的人有保，嗯，有保这个就是叫不便险吗？没错，没错，因为你这个是身体，哎，欸，这样顺便考试，哎，欸，你们前面的人是不便险还是旅行险？当然是旅行险。什么旅行险？你说前面的人呢？没有，我在说前面出走人们，他们猜一下，像这种状况的话，机票的那个机票的损失啊，跟你多住的那个饭店的钱，
那个叫不变险还是旅平险？怎么变成我在考你？当然是不变险啦、啊。对，因为你的身体有受伤吗？你没有受伤、啊。对，这部分，然后他们就真的直接就是贴补，而且我们是困两天、欸、超莫名其妙的。本来只要一天就算了，隔天去跟我说那个毛还没找到，所以我们就又不能回去，我们就多住了两天饭店，而且都是五星级的。对，但是我们也是在那里游泳很开心啦。对，但是就是因为有赔，然后你就可以游得比较开心，不然你还要想说妈的我还要再拿5000块，然后多缴那些钱，就这些 cover 吃，他们连吃住都有，所以我觉得超神奇的。那时候我是没被影响到，因为我的飞机本来就是一个礼拜后还是什么的，我只觉得哦好神奇哦，还好他们有买。 对没有错，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番薯，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阿妈，是我们要去纽西兰，对，四月本来要去纽西兰，然后我们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对疫情的关系就不能去、嗯、但是我们机票什么的居然我们用了不便险才1380，然后他赔我们的机票钱是他会直接赔我们36000的来回机票，没错，等于我们在两年内去纽西兰或者是 去哪里的话去纽西兰只能是只要台湾到纽西兰、就是、台湾到纽西兰，然后你就是可以用30000、嗯、就是他会补你36000，而且我最酷的是我以为他是会看你买多少他只给你多少，他是直接给你36000，所以你可以买到18000的你就赚18000，当然没有错，我也不是在乱教你们啦，但是我是觉得这蛮酷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本来没有要保，因为我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通常保不便险旅平险我都是在那种快出发的时候才用，但是这个是我朋友就是佩啊，他就跟我说因为现在疫情就突然很严重，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像是三月，我们本来是四月多要去，然后他好像二月中就我们大概三月保啦，那时候我们、嗯、然后二月的时候就已经蛮严重的，我们还在一线生机说他可能不会被，我们还在盯啊，因为我们还在想说一定可以，怎么可能多严重，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还是先保一下，反正才1380，就啊那不然就保一下，因为我跟你说再晚个两三天可能就不能保了，对、這個、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公告，他已经公告出来当地的是没有办法、嗯、飞机起飞的话这个就完全就不会进行理赔了，所以我觉得这还蛮酷，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不变险就是真的蛮好用，我以前都没有想到，还有再来就是这是我自己遇到的啦，对啊，你自己那边有没有一些例子？我就讲我们刚才Cherry 刚才讲的都也是针对不变险，那我再举一个不变险的、嗯、是我之前我的客户他去西班牙，他跟他男朋友好现在是老公了，然后去西班牙，然后他们因为出去外面有租车嘛，然后他们的整个包包被偷走了，那个小偷从他们窗户里面把它撬开来，然后所以呢以至于他的护照不见了，可是呢他们隔天呢就要从西班牙再飞到越南，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护照不见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登机嘛，所以呢他又要在临时在当地去处理重新办护照这些的，然后他也要再额外有一个住宿费什么的，然后再买机票，很惨呢、欸，真的非常惨。他等于是所有东西他都不变险，他就都有赔到了，比如像行李的损失啊，然后旅游文件的重置，因为护照不见了嘛，然后还有额外的住宿跟交通费这些的，嗯，那他机票也要重买，所以他的也会有一个定额这个部分，所以都有等于其实就有包括了。嗯对，那不过呢就是要在看大家在买不便险的时候其实是要注意，就是因为有些它是定额给付的，好像我们刚才确实举我们要去纽西兰的那个部分啊，其实我们是单趟它18000，那因为我们就来回嘛，所以就是36000，这是定额的、嗯、但是有些不便险产险的公司呢，他们其实会有按照实支实付或者是限额上面的、oh, 所以大家这个部分就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嗯，就是要看清楚自己的保的内容，对，没错没错没错、嗯、哪一个方案是比较适合自己的这样子。 对那刚才前面呢三项都是举不便险嘛、嗯、那我现在来举一个就是旅平险是实际发生的身体对对 对身体受伤，是我们啊之前呢就是有客户他就是其实他他不是我们客户啦，反正就是朋友，然后他就是因为在国外去欧洲留学，然后呢就是他们会就是大家会体验生活嘛，然后反正他就是不小心，反正他就是造成意外了，然后他瘫痪，然后你知道吗？没错，好严重、哦、没错没错，你说他是去玩水嗯，反正他就是跳下来，然后呢就是他的直接撞到他的尾椎啊，反正就是这个部分，超扯的，对，然后当下完全不能动了，
然后呢后来他就是必须就是要转机啊，反正就是回台湾治疗。可是你知道吗，光是这样的费用啊，他其实前前后后他们家人烧了一栋房子，将近花了2000万。两千万，对，因为你知道吗，包含要把因为你要整个要移回来，我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是，因为你看他整个医疗团队，台湾的医疗团队要先到对欧洲，那没错没错，你要去支付人家的费用嘛。那他们有一些之前在欧洲的一些医疗器材，他一定也是要搬运过去嘛。所以其实他这样子前前后后，而且再来啊，欧洲其实他们的费用医疗费用其实是蛮高的，所以其实这两千万是真的不为过。对，那可是你看，我们刚才说旅平险，顶多你大概就是1000-2000块，其实就是可以搞定的。对啊，我其实怕的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会，我就是很怕遇到这种事，因为当然是不要遇到最好，所以我觉得不要有那种存着侥幸的心态，说我又不会遇到，你不会遇到当然是最好，但是你遇到的话怎么办？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好了，很怂的一句话，意外跟明天你都不知道哪个先来，这是真的很土。哎呦，学起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因为我其实我之前也会觉得，哦，我还要再多缴那一笔，但是我不缴，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我就觉得。我就出去玩都会玩得很紧张，这样就会怕啦。当然也不是说我就去玩然后大玩危险的，也没有这样子啊，你懂吗？因为有时候一些危险的发生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做这件事的危险性有多高啊。是啊，是啊，没有错 啊。所以你说他花了2000万，是因为他没有保吗？当然就是会有这样子，所以他就真的花了。是，所以他们家就是还好，你看他们是家境，有钱欸，没错，不要说到有钱，可是你看他就是他真的就。我们用一千好，我们就算2000块的保费换来2000万，我觉得这 CP 值超高的，虽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想要遇到 啦，可是只是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都已经去欧洲了，我都机票钱什么都团费都已经那么贵了，没有差那几百块或几千块的费用。真的，对啊，就是我之前都跟你们讲嘛，就是我确实我很爱在那边省钱，有的穷有，但是我再怎么穷我都不会穷保险的钱，干嘛？我现在是拉保险哦，真的。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因为你发生事情的时候麻烦的不是你，真的是你的家人，是真的。其实买保险我们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你如果真的需要被照顾或者是庞大的一些医疗费用的话，请问家人可以拿出来这些费用吗？其实我们买保险都是为了我们的在乎的人啊，这样子。對啊，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啦齁。对，啊，刚才真的讲的是意外嘛，我再讲一个可能突发的状况，就是有客户他们也是直接去日本，然后他呢是就是突然心肌梗塞，所以呢突然，对对对对，也有他也有就是这样。那呢其实旅平险他也有一个就是海外的突发疾病，他其实也是会进行理赔的，但是有一个部分就比较除外，是说可能假设我之前我在国内我可能就是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史，可是我到了比如国外我是因为糖尿病而造成疾病要去就医的话，那这就不赔咯，这个部分大家就要注意这样子。 okay, okay. 对，应该其实他们在保的时候大概就会自己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可以多问啊，就是说，欸，那我其实之前有病史还是什么，我这样可不可以赔，其实这些都可以问看看。对，这就是其实真的例子很多啦，我觉得你们前面出走人们你们身边应该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就是什么出国啊，有遇到什么事情啊，发生意外，当然是不要是最好。而且我就算每次出去没发生事情回来，我也不会觉得浪费钱啊，你懂吗？我就说啊，本来就是一个保障啊。是啊，是啊，对，欸，我上次去环岛，我也是有保保险欸，我没出国，我也保保险，因为我第一次要开车环岛，我很怕路人很危险，啊。对，我们其实都是怕，我们其实是怕三保，但是其实 Cherry 开车的话，我们是比较路人比较怕这一个保。你不觉得是很好的三保？三保自己保险，然后保障你们路人。不要吵了，我才不是三宝，乱讲。谢谢你，谢谢你。对啊，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啦，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思考一下，思考什么？为什么要逼人家思考？对，为什么要逼人家？没有啦，就是必须得要的。没有啦，就是看你们啊，你懂吗？对啊，好啦，那其实我们想说，就是可以顺便教一下你们，就是你们前面出走人，如果你们在保保险的时候啊，你还是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以教我们一些招式吗？就是不是招式啦，就是可能我要保，我现在要保了，我要出国，那我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是价格，就是。有没有需要注意什么价格啊？因为价格那么多间保险，我到底要选哪一间？
嗯，没错啦，因为大家其实、啊、我觉得其实都大同小异，而是说你要看他们的每家的保险，他们哪一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其实都是他条款上面都有写嘛，所以你其实可以会比较清楚这样子、嗯、对。那只是针对如果额度的话，我是可以跟大家就是作为一个参考。那我不会是说一定我们固定要啊、其实是要保500万还是1000万，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嗯、想法不一样。那呢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个参考，就是你可以看你旅游的地点，像如果像美国啊、加拿大、啊、他们其实医疗费用就是台湾的三倍。那你看哦，那你是如果真的万一我不小心我在那里出发在当地玩的时候我真的需要用到医疗费用的话，其实光是台湾的个人险其实是一定不够的，所以你这个额度你就是要自己拿捏嘛。那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个什么突发的意外突发的疾病险，或者是我们意外的实支实付的话，它就是根据你的保障，比如我的意外身故是1000万，那它就是可以保10%，那你就是等于是你会有100万的扣打，是作于意外的实支实付这些门诊或者是突发疾病的这样的状况。好，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衡量那当地的当地的医疗费用是这样。那像欧洲各国其实也是台湾的两三倍，日本也是两倍嘛。那我举例啊，我们那时候是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就自己骑摩托车，对，你知道吗？我就跌倒了、哦。只是你看，一般跌倒炸宝是还没有跌倒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一般我们去台湾，你看，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健保真的好棒，你知道吗？台湾真的会颁奖，我们讲过很多次，台湾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国家。对，我们健保，比如假设啦，我就是骑机车跌倒这样子的事情，我是不是去台湾？那个我只是挂号门诊，可能顶多150，好了，我最贵给你300块吧，应该。不会那到那么贵，可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澳洲，只是这样子给他擦伤而已。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吗？5000。对，大概5-6千。哎、欸，我好强哦！真的，你好棒哦！我好会哦，对，大概就是5-6千哦。可是你看，这个就是会，是让我们的支出会变增加的。可是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小小的哦，因为那只是脆胸而已，才5-6千。那甚至更大，对，那甚至更大的，我刚才说的，刚才那个瘫痪啊，他们要有一些医疗的实际的，还要开刀那些的，这就是要花很多的钱这样子。所以主要就是看你旅游的地点，然后大概去抓一下你需要保的额度。因为我自己是、我自己就是很爱保那个最便宜的啦，是他每次催旅的时候都跟我讲说他要300，然后我每次都要告诉他说我之前是先说500万、我就说我的家人500万就够了，是不用1000万，是是是，我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干嘛，是是 是没错。对啊，他刚才催旅讲了一个很棒的大家会一开始都会先以如果我不小心跟上帝喝咖啡我留给家人，比如是500万，可是你要看到背后，像我刚才说500万你只能 10% 的话，你只能有50万的医疗费，所以其实这样就会变成是不够的，所以不能太严重的受伤，小受伤啊，对对对，所以就会变成说那你就要看你怎么保的那个额度，就是根据刚才我举例的，比如50万，你觉得真的出事的时候这样是够的吗？对，所以就是量力而为啊。所以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就自己蛮会 care 就是价钱，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额度我就是大概这样就好了啊。如果你们前面的人觉得我不小心摔我就会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保高一点，因为我就是还好像我也不会什么水土不服拉肚子，我就比较没有那种问题。对啊，然后什么天数啊也是要注意一下，跟一些投保内容。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们要想一下你们的投保，就是你们要真的要看耶、不要都只是随便叫你朋友说、那你帮我弄这个，然后都自己不了解。其实我在讲我自己以前啦，是是是是，像我自己都不看，然后说你帮我弄那个，是是，当然我们很相信、但我现在观念是很好，是是是，你要不要承认，有你变得非常好，很棒很棒、那我可能会转保险 VIP， 我可能会换工作欢迎你的加入这样子。 对， 对，没有错。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量力而为，那并不会只说一定我要很高的额度，那这个我就说是大家的价值观，但是至少啦都有保，你至少是有一些些保障，不至于是花费到很多。但是如果假设我真的，我像我刚才重复的话题，我们不是保安心，而是保心安啊。对，那这样就是你当你设想说，如果真的我万一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可是这些庞大的医疗费用，这些可不可以保险这个可不可以支出？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就 OK 了。可是如果我假设我是为了这一点点额度，可是呢，其实才差没几百块，然后我再斤斤计较的话，其实这个就会有点损失啊。嗯，对，因小失大，没错。就是我觉得你们在保旅平险不变险的时候，初期啊你还不熟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可以跟你的业务员就是稍微聊一下，那你之后熟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就是要保多少额度。没错，没错，一开始都是这样。好啦，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蛮多出走人们，就是会有去待长期的，因为不是那种短期旅，因为我们的频道本来就是以出走、工作啊、游、留学啊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保险，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你看，像我如果只是保十几天，然后跟那种半年的那个价格好像不一样，因为好像听说保越长越便宜耶。是是是，对啊，没错，保越长越便宜。我先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们先把旅行这个划分为，如果是你是在国外，你会待超过180天以上，我们原则上会建议你就是保在个人险、个人的意外险这样子，因为它就是一年一约。那不管你是要保产险公司还是寿险公司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假设我这一段期间我只是纯粹就是旅游，我可能两三个月，好，反正就是在半年以内的话，那旅平险它这个就部分它就是有可以处理。那我们会建议其实说，如果常常出差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本身因为像我举例，我那时候去澳洲，我去澳洲两年嘛，那我本身自己有个人险、个人意外险，可是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旅平险，所以我就是用我的个人险去 cover 的啊。那好像在我自己也没有出什么事情啊，不然其实老实说，这样的如果是在台湾的个人险会比较是赔不够的，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举例我在澳洲，光是我脚侧胸而已，我就花了台币6000多块啦。对，没错。所以主要是看长，就是长度180天为期，对，为期啦，对啊，就是你在保之前就是问一下说，其实我是要去留学啊，我是要去读硕士啊，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再跟你们讲，对，反正就是就是没有啦，就是你先一个阶段，原则上我觉得还是要有个人的一年一约的这险，因为平均其实它一年保费也大概才2-3千而已，其实很便宜，很便宜耶，超级。是，那旅平险呢？是我像我自己出国啊，我自己本身在台湾我有个人险嘛，可是我今天出国，我一定还是会再保旅平险，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当地他的可能医疗费用可能会很贵，那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要必须得要转机治疗，台湾的医疗比较发达，医疗比较 OK 嘛，可能我去落后国家他们的医疗没有那么 OK 的时候，我是必须要转机，那这些费用就是旅平险可以帮你 cover 的。对，所以其实两个是相辅相成会比较好的。So God， 对，干嘛了？保险代言人哦。是，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可以跟大家讲哦。其实我们健保也会补助哦。对，这个是我后来也才知道的。我们每年都有缴健保费嘛，所以其实就像我之前在澳洲出意外的时候，那我其实回到台湾，它也是会有进行一个定额的给付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很棒、啊？好啦，我们是有业配台湾哦，真的，我们爱台湾，是，我们爱台湾啦。对，没有啦，就是基本上就是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旅平险不便险的概念，因为我们就想说啊，我们就是都鼓励大家出走吧，然后结果我觉得其中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保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没有来拉你们保险，你们真的不要觉得我都是那边乱讲话，我们其实也是会分享一些有用的资讯。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大概这样子啦，如果还听不够的话，你们很爱听保险可以再私信我们跟我们讲，或者是有没有觉得我们哪里讲的不 OK 啦，需要再改善啦，我们再考虑要不要改善哦。怎么会有这样子呢？ Okay， 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Vivian 来跟我们灌输是好的词吗？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保险观念，我现在也是保险达人了，谢谢 Vivian。 不客气，那我们出手吧就到这边，好，记得继续收听哦，我们每周四哦。好，开启小铃铛吗？是吗？那是 YouTube。 没错，我们对，前面出走人们，我们最近有在用 YouTube， 如果你们想要看我们的脸的话，那你们可以考虑去听去看。对，这样子。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咯，我们下次见。我是 Sherry， 我是 Vivian， 拜拜。